该讲人类，看起来像我们家国营嘛。有人觉得我会侵犯国营权吧？就是我代表国营会告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给我们做奇奇怪怪的实验，看我们白目，看看看我们一些奇奇怪怪，我要告你。那你先告我干嘛？干嘛告我？我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开始来看一下。